2月20日 全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02例 其中任城监狱 200例 近期任城监狱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截止 2月20日 已全面完成对该监狱相关人员 2077人的核酸检测 确诊病例 207例 其中干警7例 服刑人员 200例 干警7例 之前已统计在济宁病例中及时发布对所有确诊人员已采取了有效治疗措施组织流行病学专家全力做好排查和溯源工作